在公司啊，啊林啊，林大师。蔡家生现在艺术团体市场协会的主席啊，现任的主席蔡家生。我们陈介林陈顾问，国画大师啊，我们书法大师哦，谢茂先谢大师。啊，我们公益媒体书画理事长现任理事长陈树兰，理事长。还有我们朱美珍朱顾问，还有陈明顺，他是博物馆设计的金牌得主啊，还有我们林振峰林顾问，书法大师书法大师，好，观音山艺术协会的李荣烟副理事长。总干事啊，小涛，还有我们最亲爱的啊，黄喜儿黄顾问黄大师，我们李美华李顾问李老师啊，还有小港金山艺术协会的沙理事长，结果是下了一个毛毛雨，那想的是本来那个愉悦的一个心情，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到这个祝美仙这个会场，那一看的话，哇，人潮满满的，高朋满座了。我想各位这个心态跟我一样，共襄盛举，跟那个为这个高雄国际交流艺术协会来祝福了。那艺术的好友还有我们理事长，我们陈馆长，我们之前的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我是馆长。今天难得我们艺术协会办了这个蛮有意义的这个展览。上一次我刚刚到美术馆，有代表书法去。我觉得高雄市的文化艺术的水平，都是要靠每一位热心来参与来关怀。怎么让高雄市的艺术这样的水平，在各位的参与、各位关怀，让它发光发亮？那韩国瑜韩市长呢，上任到现在，他不是只有强调庶民经济，他还不断地promote这个推展教育这个部分，商品教育，还有我们各个学校边远乡邻地区的一些各种教育或者艺术各个元素把它连接。那这一步呢，需要靠观光和民间互相来合作。我有一位师兄呢，叫陈庆华陈师兄呢，他这一次也参加我们的展览，而且他自己本身我们这个俊达兄就我们师兄本身也是经营餐饮店，但是他从小甚至当兵的时候就在这方面造诣蛮深的，尤其是今天所提供的那个那个组织的那个让我们赞同，还有他有这方面的一个才华。像我从小学到尤其是到初中这方面，而且艺术方面我就比较欠缺，每一个人一个专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我要向各位学习精进的地方。我们陈师兄呢，后来就转化专门去画这个类似南无观世音菩萨佛像，类似这样，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来影响更多的层面，然后自己也可以透过这样，自利利他了提升自己的心灵。再次的感谢各位，祝各位
会长圆满成功，祝各位心想事成，家庭圆满，谢谢。是让你的生命和生活增加了很多的色彩，让你的生命的画布画上来这个很多的精彩跟光彩。虽然不是我督导，我认识两位大师的文化创意，